全国象棋团体赛女子组第五轮，成都队对北京队的一盘精彩对局，我们来欣赏。郎奇奇先手，炮二平五；唐丹后手，马八进七；马二进三，G 九平八，G 一平二；马二进三，兵三进一，卒三进一；马八进九，卒一进一。双方轻车熟路，走成中炮进三兵，对屏风马最流行的一个布局套路。那此时红方一般多走炮八平七，形成五七炮，但实战郎奇奇选择 G9 进一，先起横车，把布局纳入自己熟悉的轨道。那值得一提，A 方最常见的走法是卒一进一，兵九进一，车一进五。那红方可以考虑 G9 平六或者炮八平七，准备亮车，双方另有攻手。但实战，唐丹不落俗套，选择象三进五，先补象。那红方G9平六，那此时 A 方稳健的选择是士四进五，必要时可以 G 一平四对车。不过实战，唐丹果然是选择比较积极的卒一进一，红方兵九进一，A 方 G 一进五，抢占棋和线。那值得一提，以往红方有出现过几种变化，但都不是特别理想。如果车二进四，那黑方可以从容的平炮对车，红方没有便宜。另外，红方如车六进五，那黑方可以炮八进四封车，将来准备车一平七或者炮二平一。那红方如随手车六平七，黑方当然炮八平三打车，斩击手段。我们回到实战，奇奇选择什么呢？好，G6 进七，停车问路，含蓄有力。那这招棋从专业的角度也算是改进的招法。A 方如随手 G 平七或者士六进五，那红方随时伏有 G 六平八捉炮的先手。如炮二进二，G 八退一捉黑马。如炮二平一，那红方可以 G 二进六或者马九进八，都是控制局面。实战当中，唐丹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他选择炮八进四封车，瞄住七路兵，是一步正招。现在红方接走，如果走 G 六平八就没那么厉害，因为炮二平一，马九进八，炮八平三打兵，那这匹红马被吊住，完全没有前途。所以实战，奇奇没有平车捉马啊捉炮。而是走了具有大局观的一步棋吧，不知你们有什么看法？好，如果你有想到炮五退一，那恭喜你有奇奇的实力，准备飞象再炮五平九打死黑车，可谓攻守兼备。那唐丹接走炮八平七压马，意图呢就是想对抢先手，红方不能车二进九。否则炮打底象闷攻，如果稳健的话，可以象三进五。但黑方对完车之后，可以比如说炮二进四，先避守。红方没有太明显的进攻点，如果车六退一，黑方可以车一退三保住，再补士。如车六平三，那马七退五，被对炮打车，黑方也有反击。所以实战，奇奇果然喜攻好杀。直接炮五平九打车，也对黑方形成一定的考验。那唐丹经过一阵思考，选择了一步 G 八进九，先吃红车。那我们来到一个关键点吧，红方其实有一步凶招，炮九进三，哇哦，不怕黑方炮打象。因为红方可以简单的补士，还是威胁整体炮，叫将，连续手段。当然还有马咬车，黑方如炮七退一，那士五退四。黑方如果炮二平一拦住，红方可以车九马九进八，威胁马八进七，咬黑炮势不可挡。不过可惜，
实战琪琪并没有选择炮九进三，而是选择了马三退二，等于错失良机。那唐丹松了一口气，接走车一平七，局面有所缓和。红方向三进五，黑方车七平八捉马，轮到红方被考验了。红方正招其实可以考虑马二进三，那下一步准备炮八平七或者炮九平七攻击黑方的三路马，黑棋还是比较吃亏。不过实战琪琪选择了一步马二进一跳边马，看似一步先手，但唐丹炮七退二之后，红方无根的中兵就变成了弱点。那黑方随时有炮二进四打中兵，或者车八进一的攻击手段。实战琪琪接走车六平八捉炮，唐丹又从容的炮二进二，看似单纯防守，不过下一步暗藏卒五进一，将来可以连环马再卒五进一反击的手段。那红方赶紧车八退一捉黑马，黑方马七退五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将来可以炮七平六，再炮六退二，再马五退三等等掩护右翼。那红方赶紧接走炮八平七，准备兵七进一，黑方炮二平一避守，同时要对红炮减轻压力。那红方比较客观的走法是炮九进四对炮，炮七平一，那再兵七进一。这棋黑方当然可以车八退一守住，也可下，但红方还能继续进行骚扰，比如马一进三，黑方如随手车八平七，那当然马三进五再咬，那红方马上占优。实战琪琪可能以为还有优势，选择马九进八积极进取，却低估了黑方有一步巧手。好，这是一个转折点，如果你想的是马五退三，那恭喜你有唐丹的实力吧。红方不好车吃马对子简化，因为黑方将来有炮一进二啊，打中兵是一个先手，所以实战琪琪选择忍一步车八退一，但唐丹一不做二不休，还是炮一进二打中兵。那由此可见，红方之前跳边马确实稍软，那红方接走兵七进一，黑方果断卒三进一，考验红方的应手，如直接炮打马可能会比实战更顽强，不过红旗反正也不好走了。实战琪琪选择象五进七，可能想引诱黑方车吃象再炮九平七，但想得美，唐丹直接马三进四，哇哦，跳马咬双可谓捷足先登。红方无奈炮七进七打将，那一下象五退三，车八平五，象七进五，红方在马八退七咬黑炮。不过唐丹不为所动，炮七进五，哇哦，全底炮一将可谓一锤定音。士四进五，炮一平九，连消带打势不可挡。此时红方车五退一可能稍微更顽强，但最后琪琪选择放弃治疗，象七进五，那一方顺势炮七平九，红方马一退三，黑方车八进四一将，士五退四，再车八退一，局面至此，红方主动认负，因为如接走士四进五，黑方刚好填炮平八，哇哦，基本上形成绝杀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局面，补充一下，黑方实战车八进九随手，只是红方并没能走出炮九进三的佳招。那这期双方是什么结论呢？红方还是比较主动，但黑方比较正确的走法是车一平七啊。那临场唐丹可能是顾忌红方飞象，那黑方车八进九，红方可能会先象五进三吃车，但黑方可以车八退五，虽然暂时无法掩护右翼，
但红方也没有太严厉的手段，如 g6 平7则马7退伍。另外，红方如 g6 平8则炮二进2，如 g8 退1，那还是马7退伍，黑棋还是可以抗衡。